这次见面会搞得声势好大，每个人去就可以领800块嘛，就去那边帮他站台啊。哇，这个是这样啊。哇，这个见面会啊，搞得声势浩大，每个人去都可以领800块，声势啊比蔡英文还大，对不对？那我也会做。你认真认真。刚刚他讲第一条是昨天晚上，大概10点多啊，窜出了一个音档啊，各家媒体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假的，还有人说是这个郭子乾模仿的，他是什么音档啊？哎呀，我们听听看。就这次见面会搞得声势好大。每个人去就可以领800块嘛，就去那边帮他站台啊，那比蔡英文场面还大。这根本不像嘛，郭哥模仿比较像。郭哥在哪里？可不可以请来模仿一下？不是，这个朋友也有说。郭子乾是我好朋友啊，他是个政治边缘人啊，但是对政治懂那么一点点，他在跟人家模仿，在模仿来模仿去，他在讲那如果是模仿那个刚刚那个音档，他就说。哇，这个是这样啊！哇，这个见面会啊，搞得声势浩大，每个人去都可以领800块，声势啊比蔡英文还大，对不对？那我也会做。你认真很认真，是这样的。哇，那这个，难怪郭子乾能够在模仿界在那边欧龙水的，大家搞不清楚他是真的假的，可是他讲的话有公信力嘛？不一定啊。